嗨，各位好，最近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东西，它的名字叫红枣。红枣来自于大海，我们知道红枣晒干了以后呢，它可以做成寒天。红枣呢具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它是蒟蒻的30倍，苹果的20倍。我们知道红枣里面还有丰富的矿物质、微量元素、氨基酸。当我们的肠胃有吃了太多的油腻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膳食纤维来帮助消化，吃了以后它有饱足感，而且不会发胖，非常非常的健康。现在我来试试黑糖寒天。迫不及待想要吃一口。吃的有点太夸张。好吃，赞。